其实在这之前呢、啊，这个因为今天才来到嘛，这个美眉君。那么之前我在一月多的时候，我就是拿到了三杯，然后当时刚好我要出门，然后很巧的，我的每次坑车都是很大条，我会带出门去外国，然后我就拿了这个我姐姐拿给我，然后我就拿了这个三杯出门，然后我就是用那个来清洗我的脸，然后就是用水锅。那么其实这一个先不了哦，真的是讲讲，我记得他给我们刚开始用的人哈，你用这个台式的话，不是真的是可以做到很好的 sales。为什么？我自己本身体验到，就是我带这个，我用这个可以让我们洗脸很清洁。然后尤其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打一些三波啊什么哈，以前的哈，你这边啊，尤其是我们鼻子、鼻缝这边啊，都很容易会有粉刺啊这些东西哦。会有肮脏啊。那么今天有了这个Cellglo Deep Cleansing Bar，然后我们不再有这个问题了。啊，这是我本身的经验啊。然后尤其是我是妈妈，然后也自己有做工，然后我们要很短时间之内清理我们的脸，因为我们照顾小孩子回到家，然后很忙，所以这个 Deep Cleansing Bar对我们女性，然后或者是只是妈妈，是真的是很方便，然后还有让我们讲讲。脸更清洁，before 跟 after， 他们刚才拍了照片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，都是分别很大，谢谢，Cellglo Deep Cleansing Bar。